自我介绍，就是布农族的人的一种很清楚的骄傲的把自己从哪里来，骄傲的说出来，很不一样吧。接下来唱的是停在那片蓝专辑里面海龟。记得在蓝色的海里，我是不吭声说话的孩子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，没有音乐的传统，我的歌声只有两三句，哗啦啦啦，有去过台东吗？有。有去过都兰吗？有。一个很美丽的地方。写这个歌的朋友呢，他不会弹乐器，然后词曲都是他自己独立完成。那时候我们在都兰做一个音乐创作。他是一个汉族，他出生的地方、长大的地方，前面是阿美族，后面是布农族。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不会唱歌的。可是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记得在蓝色的海里，我是不吭声说话的孩子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啦，没有音乐的传统，我的歌声只有两三句，哗啦啦啦。台语专辑，后来就延到了今年，结果也还没做完，一年又要过了，希望明年可以把它出版好，完成出版这个环节。嘉义应该很多人都可以讲河洛语哦，你们知道下面会吊球桃吗？
啊？犀鸟吊球头，啊，犀狗嘞？犀鸟。赞呐！我们这个台语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吊球头》，我们写这个，我们这整张专辑都是一个好朋友叫柯志豪老师写的，他的那个德洛语的那个程度非常好，虽然他很年轻。那这个歌呢，是他在讲一个死亡，另类的死亡的观点，就是说那个死猫吊在树上，可是至于那只猫来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，因为有一些他生前没有办法经验的事情就一个一个发生，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很香，因为他吊在那里很多天了嘛，他觉得他自己很香，然后很多虫都来看他。比如说，你们知道猫很喜欢追鸟，对不对？就自从他吊在那里以后，鸟都来看他，就在他旁边的之类的。反正就是很不一样，死亡面对死亡不一样的观点。比如说，啊，我用唱的，因为我也没办法用念的。觉得他最美，他肚子这样，不好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有没有？你为什么可以用闪光灯？
平安的月亮真光，由我顶头如游魂，树顶的雪徛百甜，阮在其中散发香味。不一样哈、很抱歉还没有做完。如果你们想有机会收藏我们的作品，里面有带了两张，但是就是旧的，新的明年来唱一首、也是这个听得出来是歌仔戏那种、然后我来唱一首是我们收录在 Message 专辑里面一个也是歌仔戏抒情曲牌，抒情曲牌大海改编的一个，就是把那个改编改新写的一个词。孤听见笑着的笑声，仍在心内无人理睬，哎呀，命真歹，凄惨啊凄惨。是一个悲哀啊，我爸爸是卑南族，我妈妈是阿美族，
然后他们的共通语言是台语，然后我非男主也不会，阿美族也不会，哈哈哈，你干嘛笑我？为什么？还是我们今天有听到打雷声吗？有哦，有哦，有哦。好，所以我就想说来唱一个有打雷的，这个雷很可怜，就是很像歌仔戏的那种，特别是有女生女人的都会很可怜。哦音哦音大天来，哦音大天来，有了解哈？有哈？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哪要做牛不怕无雷通看，这讲女人的。更可怜是女人丧偶，所以我们的新专辑就怪怪的啦。最欢喜日头。再加一场，有没有一个惨？有没有？好惨，滚惨，滚惨哦！好，来唱一个，不要那么惨的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这个歌叫《惊见》，就是有人脸的牛，有没有？见。惊，一惊两惊，事件的件。以前的农业社会说，这个惊呢，就是一个妈妈跟一个小孩，他们是有人脸的牛，他们的脸是人，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有灾难，又来了。不是说不要咬我的，然后就再讲这一对妈妈跟小孩，因为我们这个柯志豪老师很怪哈，有没有他的河洛语有厉害吧？一惊两只四只脚八只脚，你是我的心肝，一只。一惊两只
四季角袂记开，早暗有你作伴，一行两只四季角袂记开，你是我的心肝，一行两只四季角袂记开，早暗有你作伴。10个，10个人再带10个，我们想办法，今天晚上会冲出7万票。真的啊，我们现在70个人嘛，现在在玩30个游戏，我们一个人带10个，就有7000个。啊？我们有70个人，然后加一个零哦，才加一个零。70加1个0，700啊！啊，这样才70哦。好啦，加油啊！怎么会？我们有70个人呢、欸。再加一个零，对，700。一直幻想有7000个，你看。最后一首歌唱，
好烦哦，我要唱最后一首歌啦。唱什么呢？最早的一件衣裳，最早的一片呼唤，最早的一个故乡，最早的一件往事，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，吹过所有的全部，磨成赤子，刮刮落地的披风，丝丝若细，悠悠然的深情。吹过了多少人的脸颊，才吹上了我的？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，最早世界的感觉，最早感觉的世界，最早世界的感觉，最早感觉的世界，无垠婆娑，在辽阔无际的海洋，盘落花朵，在千古的风海和平野，吹上山，吹落山，吹进了美丽的山谷。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，最早母亲的感觉，最早芬芳的玉兰花。
浓的春妆，要夹着芬芳的玉兰花香，吹进了我们的村庄，吹开我最爱的窗。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，真正的太平，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，吹过真正的太平。没有，好吧。你要不要来唱？喂。他想说点完了，然后就没事了。生活，梦想，现实。背叛，坚持，了解，想念，遮掩，冷漠，逃避，误解，沉淀，纠结，冷静，混沌，疯狂，无力。身体说话，三谈傻笑迟钝，三谈骄傲不屑，三谈孤单疲倦，三谈活着就够。
山畔孤单疲倦，山畔我这就听完回去要好好想一想，要怎么样有贡献，好不好？如果等下你要买 CD， 你可以找这个今天穿小洋装的我们的行政小姐小梦，跟我买，对，跟她买。如果想跟她聊聊天也可以。说国姓在追他，国姓回来你就可以问他，你再追一个，被爆料了，爆料了。现在在台东，就我们在嘉义，好奇妙哦。你眉头开了，所以我笑了。你眼睛那个建年一起开演唱会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，那个勇士与道士，好快哦，十几年就这样过了。Yeah.
小哥既然说你快乐，于是我快乐，玫瑰都开了，我还想着